好的，各位亲爱的观众老爷们，你们好啊！我是中国博野。那么今天的话呢，我们继续来问这个《A Bird Story》啊，一只鸟的故事啊。我觉得差不多这一期应该也就要完结了，是吧？那么我做了200多个视频啊，终于填完了一次坑啊，好不容易啊！那么依旧的啊，你们在这个视频下方留言的话呢，有机会获得这个手办一个啊，我就不说是可托还是不可托的了，反正都是那个手办啊。有小伙伴吐槽啊，说啊这个可托的我也用不着啊，对不对？啊，你可以，万一你这个中奖了，对不对？你可以不托嘛，是不是？啊，那么这个抽奖的话，大概是在这个11月25日左右抽啊，那么就是。这几个视频的这个留言啊，集中在一起一起抽啊，不管你是这个优酷的用户还是哔哩哔哩的用户啊，都会搅在一起啊，抽啊抽啊抽。好，那么我们废话不多说啊，那么哦对，这个活动的奖品啊，是由这个土拨鼠手游网赞助提供的，是吧？好，那么开始这个新游戏是吧？好，那么就差2个章节了啊，非常快。哎，我必须从这个地方开始吗？好吧。啊，那么是，我这个妈咪啊，发现了我这只小鸟，对不对？也藏不住了。啊，看一下又有一个什么样的发展啊？啊，你们有人说我是这个游戏毁灭者，对不对？啊，不按照这个游戏的剧情来，啊，我觉得这个样子蛮好的。啊，我们现在躲妈咪啊，这妈的胸蛮大的。OK 啊，这个我们像魔法少男一样的哦。对，来到这个地方之后呢，继续看我们的这个小黄书不说那个基佬了，是吧？我们换一本小黄书。那么最终的话，我看一下，我们鸟还在这儿，它的伤还没好。所以说我现在要去干嘛呢？现在没有一个提示啊，我去上学吗？一出门，又来了一个神奇的地方，过马路，一进去是教室，对不对？学校，真的是魔法少男啊，那么又是这儿，我们来上学，这今天没带鸟，哎，同学不都不在了？哦，发现了我的妈咪！哎呀，赶紧跑！现在猫捉老鼠的时候到了，我们赶紧躲起来！这个女厕所。哎呀，好，我们从这个男厕所走出来，这个厕所怎么是通的？我你抓不着我，你抓不着我！哎，傻逼了吧？怎么还有小鸭子嘎嘎嘎呢？我们跟着小鸭子走，我是一只小鸭子，小鸭子，小鸭子，你看不见我，小鸭子，我是小鸭子。哎呀，我的天哪！我靠，不要追了，是吧？我这个尿都被你们追出来了。然后想到一个办法，你们躲柜子里面吗？跳一跳，是吧？我从妈妈的头 ，What the fuck? Are you kidding me? 哇靠！这个功能真的是屌啊！哎，碰见了自己，是吧？真假猴王，我才是真正的魔法少男，合体了。好，我们现在是会魔法了吗？又是倒着走。又瞬间又回到自己家里面了，又是晚上。去看一下我们那只小鸟。它又看见了它的同类但是它飞不起来。下雨打雷了，鸟不在了它应该躲在这个树丛里面了。
啊，突然想起了这个一段悲伤的音乐。啊，这个鸟儿说，我的麒麟臂就这样断掉了，怎么办？我一辈子再也录不成了。哎，不能这样子改，我靠。啊，之前是给自己的妈妈啊谈过了啊，把这只小鸟啊送到这个救助站去。那么这个救助站的话，我们之前啊是去过一次了，然后啊也是偷偷的又把自己的这个鸟啊给抱回来了。好，现在是7点了啊，要去上学了。那么今天是带他去这个救助站呢，还是带他去上学呢？啊，这个门上啊还有一个便条，看一下。啊，今天外面会下雨，记得带把伞哦。啊，我觉得应该是去救助站吧，还是去学校啊？啊，看一下啊，到底去哪儿？啊，这个音乐啊，那么悲伤啊，我都不想改了，对不对？哎呀，肯定不是去学校啦！啊，难道我们是去啊野外放生它吗？这个地方可以走。哎，我们来一下这个地方看一眼。啊，走不动了，啊，我看旁边有一个这个建筑，啊，没有猜错啊，我没有来到这个地方，哎，发现自己的马咪也在这儿，啊，马咪变成了一只这个母鸟，啊，那么我们理解一下这个剧情啊，大概就是，啊，我们和这只小鸟啊是差不多的，啊，就是经历各个方面啊，是吧？啊，各种心情啊，啊，有这样一个寓意啊。那么现在呢，啊，是实在不忍心啊，把这个小鸟啊给送过去，啊，非常的伤心，是吧？啊，现在回忆一下这个以前这个愉快生活的时光。我们发现这个伞啊特别的大，哎呀，我们现在跟妈妈在打架啊！妈妈她拿出了她这个，哎，什么东西都没有拿出来啊，一巴掌把我这个给扇飞了，我靠！我们发现啊，这个四面啊都是妈妈啊，我们现在怎么办呢？只能逃离了，要不就跳啊，是吧？要啊，我们赶紧这个折飞机，是不是啊？魔法少男的这个特殊技能啊，和这只小鸟啊一起浪迹天涯。我们这个主角啊也是十分的不舍，对不对？啊，但是没有办法啊，他也不愿意离开这只小鸟啊。那么现在是完了吗？应该不会啊，我觉得还有一点儿。这个天气情况非常的恶劣啊，对不对？我们赶紧走。那么，哇，完了，这个飞机烂了啊！我估计咱们活不了多久了。那么这一步的这个啊，是这个去月球的这个前传。那么我估计这个剧情啊，这个一玩的话就是接着那个去月球的这个剧情。哦，我的天哪，这个飞机太烂了。再打一下估计就烂掉了。哦，彻底的击中了。哎呀哈。啊，这个时候肯定会出现一只大鸟啊，突然把我们拖住什么的。啊，还是说啊这是一个梦。咱们小鸟呢？小鸟不在了吗？啊，这个一片两片的卫生纸，
啊，那么我们是这个掉落在了这个地上啊，和我想象当中的不太一样啊，虽然也没有摔死啊，我们要相信这个设定啊，主角光环什么的。那么，我亲爱的小鸟呢？啊，我的鸟呢？啊，我们现在啊，肯定是一种十分焦虑的心情啊，发现这个小鸟不在了，看一下包包里面。哎，啊，小鸟非常不幸，是不是啊？哎，那么啊，就是因为自己的这个任性啊，害死了一条生命。那么他的这个日子呢，啊也啊回归了以前这个日常的生活。啊，我们现在是要干嘛呢？啊，去找一个小妹妹吗？啊，既然这个小鸟不在的话，啊，只能去找小妹妹了。是往这，我觉得应该是往这边走吧，应该不是会，啊，不要去学校了，我靠，那个地方太可怕了。还说我们又在路上遇见了一只鸟，在这个地方。哎，这个还是那本书吗？嗯，《残缺的夜树》。咦？啊，这次这边的门也开了。芝麻开门，我们来看一下啊。啊，各种回忆杀啊，现在是。啊，曾经走过的地方。好吧，莫名其妙的又回家了。啊，这一次啊，我就可以，放心大胆的回家了，是吧？你不用躲那个门卫呀什么的。哎，还是说啊，就这样完了？嗯，这一次我自己都不用来开门了。啊，我现在啊，真的不想啊，乱说一些什么东西啊，来毁这个游戏的气氛啊。我觉得我之前毁的已经够多了，是吧？我们去把灯开开。哎，不用开灯了吗？啊，自己直接过来开了。哎，BGM 突然一变啊，感觉有好转啊。我们这本小黄书的内容也没有了，啊，也不能去看些什么，去阳台看一看啊。哎，还幻想那只鸟还在，哎，但是没有了，对不对？唉，哎，自己什么办法也没有，是不是？
啊，他就日日夜夜的守候在这里啊，就怎么说呢？期望那只鸟是吧出现。他会真的会来吗？我觉得应该不会来了吧。我们又在折这个纸飞机了。哎，听到了一声鸟叫啊！还真的听到鸟叫了。哎，真的回来了吗？啊，那么我们现在一定非常的兴奋，对不对？啊，赶紧跳下自己的床啊，去外面看一下。好，赶紧去啊，跑出去看一下。嗯，你没死？你他娘的在逗老子吗？而且他会飞了啊！啊，带着他的妈妈一起来见他。再试一下啊，他已经能飞了。他的意思是叫他啊一起来嘛，啊坐上去哦，帮他把这个绷带啊给他弄下来。哎啊，这次是真的好了啊。啊，二儿子跑了啊，把他妈妈留下了，是吧？啊，他妈妈打算住在这个地方了。嗯，啊，他把这个纸飞机啊给捡回来了哦。嗯，啊，帮他放飞吗？啊，那么天下没有这个不散的宴席，是不是？啊，那么就这样已经完了啊，这个游戏。啊，那么我们这一期啊也就到这儿了。如果说你喜欢的话呢，啊，不妨订阅一下我的这个优酷频道啊，或者说是哔哩哔哩的账号啊，关注一下我的这个新浪微博。哎，他妈妈好胖啊！啊，千万别忘了这个评论啊，有抽奖哦！哎。